三月一过，马上就到了要脱外套的季节，想要自信的穿上漂亮的裙子，肚腩必须要甩掉。以下几款减肥茶经常饮用，不仅可以促进新陈代谢，还可以调节内分泌系统。一、蜜柚绿茶。蜂蜜是女性经常喝的饮品，能润肠通便，而柚子中的维生素和纤维素含量非常丰富，可以和人体内的胶原蛋白反应，是减肥的利器。二、冰糖薄荷茶。薄荷可以刺激食物在消化道内的运动，帮助消化，尤其是和肠胃不适或者吃了太过油腻的食物后饮用。另外，薄荷具有一种独特的芳香，饮用薄荷茶不仅能让口气清新，还可以消除牙龈肿痛。三、荷叶山楂减肥茶。中国自古以来就把荷叶奉为瘦身的良药，因为荷花根荷叶可以利尿通便，山楂有清脂和加速排泄体内废物的功能，所含的解脂酶能促进脂肪类食物的消化。想要减肥的你们，快去试试吧。